要上来，不然你们就要到下面去了。对，还不如在下面呢。真的吗？这好窄啊！真的，你想在下面吗？这个好窄。白的不是有吗？魔术大房间，剃刀，太棒，剃刀，这样好多了。可以有一下稍微往那边一点，然后你会顺势下去，然后这边这样子。刚刚最后的姿势看得变吗？有点，比如说就算刚刚这个姿势，两个人都有预期的话，会分开一下，有下一个动作也是很合理吧？分开一下。妈妈妈妈，两个人。是不是想请让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站起来先？可以站起来吗？啊，站起来之后再下就好下来。那你们有动机可以站起来下去？动机就是为了想要上沙发。对，我再跳吧。我们再跳，其实可以想办法避掉他们姿势，让他们顺一点，不要硬要卡着那个。好了，来来来，亲一亲，今天胸肌都出来了。亲到胸肌都出来了。亲到面墙，亲吗？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机智最好笑，机智最好笑，人呢？你们就是在等着我摔跤的那一刻。